大家好，我是许立达。那很开心，这一次我以公共电视人生剧展告别，获得了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导演奖跟编剧奖。那我的创作历程呢，就是从公共电视的学生剧展开始，然后一直到今天。那非常谢谢公共电视给我们创作的机会，给我们说故事的机会。嫁给我吧！公共电视同时也致力于影像教育的推广，让各个年龄层的观众。 有机会可以参加公视的营队来学习影像的知识。那我自己本身也参加过这些营队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好的剧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，才能有更成熟的作品。希望你可以支持公共电视，请拨打捐款专线0226339922，邮政划拨账号19213335。